在那块芭比气。爱让你久等了。真的是让大家久等了，粉丝们敲碗的嗷呜狼人杀京剧第二弹来喽，快跟上小记者的脚步，看看这次究竟有哪些经典中的经典上榜啦 ！Oh my god！我一个人是确定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，四号，他是我的女人。霹雳卡，霹雳拉拉，我们两个人吗？那是女巫啦！十号跳女巫的时候，我还在那边演哦，他发我银神哦，谢谢，我不想被他，我不想被他拧出来，我是女巫，就是舞了啦，意外发生了，魔幻舞台，魔幻舞台，我自爆。哎、欸，你有遗言了？你遗言啊？遗言他刚刚讲完，他自爆，他自爆，要怎么？生气？我自爆，而且可以 rap 一下哦。要，要，耶，要自爆。第一轮什么都还没有说，怎么会这么多人踩啊？怎么样？老娘今天心情其实就是没有很开心。是为了工作要赚钱，还是谁这么出来工作不是吗？真是啊！艺人多难为啊！我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，为了这节目我生病还来上节目，真的感冒了，我真的感冒了，而且我心情真的没有很好啦，强颜欢笑。陈林讲，对，不坐这个位置被我弄出去。过来了，再见你了呀！你身为一个主持人，对观众来宾的感受啊。我本身坐在这里就是一个笑话。表演一下啄木鸟，我做这个打扮。做歌手跟你们在那边玩虐人节，怎么解不开？觉得哈，你这个二号玩家，怎么说呢？因为你质疑了我的楼缸了，
我觉得我的罗刚像好人啊，而且他像人间烟火。我的罗刚像人间烟火，就是把光闪了。真的还有太多太多的经典画面，那粉丝们，你们心目中还有哪些金句呢？欢迎分享给我们哟！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